莲花楼路透造型曝光，诚毅古装梦回丝凤，萧顺尧曾舜晞颜值高。由诚毅曾舜晞萧顺尧主演的古装探案武侠剧莲花楼已经开机，角色路透造型也让人眼前一亮。诚毅在剧中饰演男主李莲花，路透图中的他一袭墨绿色长衫分外抢眼，如同墨竹苍松，里衣是生机勃勃的牛油果绿。曾舜晞在莲花楼中饰演方多病，路透图中他的造型是非常经典的武侠扮相，手握一把长剑，整个人意气风发，像极了一位迫不及待想要仗剑走天涯的少年，很是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。莲花楼中另一位大侠狄飞生的饰演者是萧顺尧，目前他在这部剧里的路透造型有两个，一个是戴着半边面具的潇洒蓝衣，另一个造型则是霸气侧漏的黑衣，三人在这部剧中的造型都极为养眼，简直拉满了大家对于这部作品的期待值。